不是我先检举伟健的吗？如果我今天有去检举刘伟健，我马上出门掉烂掉哦，三天内马上出门，马上中30枪，不要说3枪。如果今天他开一间茶椅，他没有写陈之翰，他里面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，我今天绝对不会去搞他。再讲一次，我们 CC 哦，我们 CC 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员工啦，只是他新手啦，他刚来上班没多久。无论他跟椅子想什么，他都有跟我们讲，他都没有乱讲话，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员工，我们就要相信员工。我还是讲一句话，这间公司老板是我，我的员工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麻烦你也针对我。员工他不应该承受社会的舆论，他薪水才多少钱？而且椅子他妈这么乱讲话，他那么爱乱吹，你们当然会被他带嘛，带总的像个男人就对我来。哦，不要去对付一个小女生，哎，无几岁尔，哦，你那里我都无印象啊，不是我先检举伟健的吗？我如果检举伟健，我出门给这撞，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是卖万八四的，我的佛牌在这边，我对我折度金天神发誓，馆长非常相信神明。如果我今天有去检举刘伟健，他的什么那间叫什么19茶屋，如果是林北去检举的，我马上出门掉烂掉哦，三天内马上出门，马上中30枪，不要说3枪。我做人没有那么垃圾。他那天检举的时候呢，大家问粉丝，我还开新闻看，我还说你看你看你看，我是看到新闻，我检举他，这就叫什么你知道吗？以小人之心啊，度君子之腹啊。哦，那你会说，哎，那你讲人家，我当然讲他、啊，他妈娶陈之翰，我不讲他。如果今天他开一间茶椅，他没有写陈之翰，他里面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，我今天绝对不会去搞他。你开你的嘛，你也要赚钱嘛，我知道嘛。